啊，对，六方体。我背上这边的，对。我就给你做个咖啡，那我就不要谈了。现在可以拿下来多少？还不给吗？我不给啊、哦！我在看那个水没有拿，我没有带，我也可以。你要怎么减？报减二号吧，二号。上面呢？先不了，二号了。全部二号啊，对，二号对。二号祈祷完啊！哦，二号。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再搞一遍。先弄旁边，我再看可以吗？现在上面就这个长度了，两边再短一点了，这样比较有形状了。你要是都一样长的话，看起来圆圆的也不好看。可以可以 ，OK 吗？随便随便。我们剪个形状出来了啊。上面就这个长度了，我两边要那个。要一样吧，一样，就是要一样哦。一样啊，这个你方便，给它竖高高咯，旁边给它弄高高的。可以啊。啊，行。我肯定是要给你弄高高的。啊，对对对。
OK， 所以啊，那个赛分可以帮我弄掉吗？赛分，因为我不喜欢赛分，就是该弄平动笔，别弄平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方便是啊。啊，后面呢？后面有后面有吗？不是，有我看不到。后面也是要像三分这样吗？后面的、啊、这边的、啊。这里啊。啊，这里弄啊弄啊弄，对对，啊对。啊。我不喜欢那个。啊啊，对对对，对，我喜欢，转转看看看不到。因为刚才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了，上面的边上要短一点。哦，说现在我上面这个旁边是一样的，一样长度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。你讲都一样，所以我的边上就跟你别说了。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哦，没有后面短没关系，后面再看弄。对。要不然的话，它不好看的。哦，好。后面看得到吗？底下那个镜子。啊。到地下了哈。嗯。哦，啥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是怎么这边跟这边是跟上面一样的吧？对。哦。光线的是了。哦。我从侧面看的是顺下来的。哦。光线是不是看可以就可以白？哦。但是你要从侧面看它是顺下，不会有突然跑出来。那个这边上面人像跟下面这样一样吗？不能的哈。可以，但是那样整体这一圈都要这样的。整体一圈就是说这里也是要这样的。对了，那这边呢？这边不用了是吗？对，那边不用的。哦，这边不用，那就再弄的哈。对了，那我啊，因为我看不到后面，我难去平衡的。跟我刚才跟你讲的一样。哦，可以啊。哦，因为我这样看是好像下面像白白，然后再上去就好像黑黑这样。一开始我跟你说的不是要这样的哦。哦，谁谁？那你头出来，我剪出来就好。这样不就很单一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对。所以有些点，你说两边剪一号、三号、二号或者三号，你不要二号啊或者三号全部剪到完，那样头圆圆的。哦，那你像，比如说这样的话，这样是等于几号我都乱了。这样的话就是半号、一号、三号。这个是三号。对。这个呢，旁边是几号？这里啊，一号、啊、哦，这里是半号哦，半号 ，OK， 哇，太复杂了。三号、一号、半号 ，OK。后面是剩几号？后面跟两边一样的啊，也是半号、一号。哦 ，OK， 因为这样的话能衔接起来。哦 ，OK。从侧面看的话，会有一点那个，有点层次。哦，因为我不喜欢它的旁边太厚啊，对，这样薄薄就可以，对，我是看旁边薄薄的。这样看起来就不会太死了。哦，好好，对对，这样好像，或者你们那种 sample 这种照片哦，就比较容易。
啊，这 OK， 这不错，哎呀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需要洗一下吗？啊，不要了，洗一下，还要板之间，就板之间。OK。啊，那这个卡是从这边扣是吗？对对对。啊好好。我下面给你六毛。美女，你要说什么？美女，嗯，你要说什么？剪头发。这个不是六号吗？六号啊。来，给你这个。这个剪头发不是六号吗？这个六吗？那你不要这样子啊。OK， 才发现你是打拳击的，没有了，新交代。哦，这个要写日期是吗？要写日期。好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你就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的口罩，我在想想少了什么东西。我一直在想，旁边你这个东西，那个帽子要我们用了。OK， 拜拜拜拜。